看来你确实有些本事，大人谬赞。准备好，就让本官看看你是否明。见过司职大人，昨晚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在君上面前如此扎眼，你的心思当真是在这上府局里吗？刺绣于属下而言是值得倾尽一生去钻研的技法，昨夜的莽撞之举全然是为了帮谢贵人洗清冤屈，除此之外属下不曾动过其他的心思，望大人明鉴。夫人之间的事自有上宫局的大人会调查清楚，若是肆意掺和，迟早有天会引起事端，到了那时，不仅你自己引火烧身，还会牵连整个上府局，所以我断然是留你不得了。司职大人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属下已经把东西都收拾好了。给他吧，拿好你的东西，即刻离开这里。司职大人，我……司职大人，我方才在收拾行李的时候还发现一物颇为可疑。何物？就是这枚玉佩，此玉质地温润，雕镂精细，属下瞧着实在是不像民间所造之物。这块玉为何会？Thank you.
you.